是不是青色的？哦，是那个 sunscreen stick。OK， 有这么青色的东西。过期的 sunscreen。发霉的。你姐你哦，可以问我身的，你有黑头哦。Another episode on this series of Upclose and Personal with Labelle Part 2. So in this episode, Mei is here and Vivi is here. The whole like game or the whole program tonight will be where Mei will actually change her duties in Labelle Couture because she is a BS, a bridal specialist. So now she's gonna turn into Vivi's position, which is a makeup artist. Okay, so Vivi, 你觉得 Mei 今天会不会 pass 这个 makeup artist offense？ 我觉得还应该是可以的，对她的技术会有信心，有信心哈。你会怕吗？我们把它画成小花吗？Okay guys, so let's get started. Okay, normally 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她的五官。那这样来我们先是美女先啦。Thank you. 其实呢，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她的 eyebrow 这边都蛮下去的。Eyebrow 本身呢是比较黑的，那如果是要画的比较梦幻、比较甜美的话，我们就不会鼓励画的那么黑的眉毛。那我们就会把它眉毛这边，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调高它。等一下我坐一边，那半边就交给你。OK。好一点哦，拜托拜托，不错了，我的 Hello Kitty。Actually 我的脸哦，有擦那个 sunscreen， 这有点油啊。是，只是跟你讲一声。Actually 化妆前是不擦任何的。哦，对对对。色素水可以擦的，只有水性的东西可以。好像有些时候你用什么西装的皮肤可以擦，后来反而那个妆故意上妆，因为已经有一层油遮住你的脸上的东西。有些青色会看到，就是会脸青青。嗯，在不同的光线呢、啊。不同的光线。不是再加上一些摄影师，他们会注意到你脸的底妆上了什么东西，那青色其实会反光。会反光。你小粉白，你看这样子。它的肤色的颜色就会比较均匀，它的黑眼圈啊，然后那些红斑都会比较均匀一点。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画的粉底就不需要太过厚。现在的都是清爽一点嘛，就不要太厚。那我们就是以薄轻来做。好 ，OK， 你上面把粉底要先画到一个好，不然我家男女该打一个。只是淡淡一个，就是也可以的。做他的修饰他的脸，管得那么的好，嗯。所以有些时候一些摄影师拍没问题，可是为什么？你那个感觉怎么样？压力吗？压力。现在呢，我们这次也做了很基本的一个动作，那边也做半边啊，记得在半边动回去。哇。OK， 这个呢，先做这个鼻子的，就没有得办法半边了啊。这边是你打完它，不是说尾巴这边的话，我要起来这边看到比较有立体的这个感觉。上一层那个 powder， 然后它定妆，然后我们继续做 eyeshadow。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它的双眼皮的线很厚。OK， 双眼皮这边会比较厚，这边会比较薄。嗯、那我们厚的是不可能变薄的，那我们只能用那个线比较窄的地方画吧哈。开始画 eyeshadow 的时候就要放个杯，画 eyeshadow 的杯，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为什么一点 eyeshadow 一下子就没有了，一下子就会层层掉，所以为什么你放了一个杯？所以 eyeshadow 也放上杯。我个人喜欢就是有点 shimmering 的杯，可能画了 eyeshadow 就会 shimmering。看来有一些顾客喜欢很 matte 的 color， 我们就选择那种更 shimmery 的东
没让他只有拍拍给你啊，谁叫你跳准啊？It's okay, 妹子 you can do it。你平时都会把自己画到漂亮漂亮出门？对咯，你是画到你脸自己也嘛不一样哦。怎么要这样？啊，不然怎么画这种？其实你看我们很发力，其实 HB 没有什么用力的，有痛吗？没有。有没有说很粗鲁的感觉？不会，好像我们画好是这样。你们那个叫做把颜色涂上去吧。你看我们这个是我们是要 blend 让它很薄的感觉。在哪里？你的表情是什么表情？没嘛。是把你拍到脸里的，你的脸会。你平常对脸正常吗？你对脸正常吗？你自嘲一下。你怕吗？你现在紧张，现在乱掉了，你不懂哪一个？哪里一个打哪里一个呀？哦，来一个表情，反白眼。Mascara， 做这个难不倒你的，应该就倒，应该就这个是你最有信心、最有把握的。对。那我们先做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马斯卡拉，那你很容易会弄到。OK， 麦克。So 妹姐 ，Vivi 已经 demo 了，你不要怕，不要怕。所以 Vivi 已经 demo 给你看了，所以你觉得你有信心吗？应该是一般般啦、啊，一般一般好过没有 ？OK， 说、so, 我来，来教我了 ，Change 是吗？好 ，OK 啦，来我来啦，来了，紧张吗 ？Sam， 有点紧张，紧张，你画一个小花花出来，满意，我们满意，妹你在干嘛？现在打粉啊，你那边均匀哦。你下线，这个是什么？好连身的，是啊。你忘记找一个杯子。okay. 这个是眼睛。老师来。最明显，最明显的脸中间，你都没有放到粉。想做化妆师哦，做化妆师是不是很辛苦？是。你好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冷，你懂吗？
然后因为有些时候呢，每个品牌很像啊，这些样本，已经整个大发给用完，因为现在的话题，然后你身边的话都没有一点点的到处Okay guys,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remember to see you for the next episode of Upclose Personal Part 2 and we will see you soon. Bye bye! Bye! Wash my face, give me that. 他的脸，然后五官不平均，他的眼睛有点个三个小，嘴巴有点歪，他的鼻孔跟大一个小。我一定是这边。OK， 我换这边，因为我那边我不舒服。好，你的选择，学生也可以选的。哎、okay ，以后发型娘我都画这边。刚才你走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 ，so sexy。OK， 现在你就是他的那个顺手的是躺这边的吗？跟我抢顺手的位置。哎，哦，手里是这边。插进去，插进哪里？插进你眼睛啊！这样残暴了，这两个，这一个年会，你没个表情在看他的拍照。